到长寿时代会客厅，让我们欢迎钱理群先生呀，陈东升先生，欢迎。来再看是崔老师的主意，崔老师来看，崔老师来选，他们房子卖掉，那这样来，所以当时轰动全社会嘛，钱理群是吧？这个去养老院，因为当时说实在话，我们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同学、学生都反对，都是反对的，因为钱太多，就很简单，就贵嘛，就说我是最贵的养老院，最贵，所以一个月收他20000块钱，而且我把我那个给把自己的那个财产。全部都投的跟这个，跟成了生命共同体了，跟演员。哎，许志远来了没有？我在门口。好久没见，特别好，我一直在听。对，我在听，非常好。照顾好钱老师啊！他姓张，小张。小张。钱老师，你好好休息啊，继续写书啊，太好了。在啊啊。我看他状态真好啊！哎呀，你是八几年的？我76的。你76啊？对啊，76。不，你成名也早，你也成名够早的了。你是在，主要是最早是京官吧？对，那时候认识您的嘛。你的文章我还看挺多的。哎，不，你一直保持下来了，不容易。你那时候你是中戏啊？我不是，我计算机系的。哦，我知道你北大的嘛。嗯。你现代文人，最后成文人，这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你来过几次了嘛？3次4。这也是中国养老院的一个样板。我参观一下看看。我跟你走。这都是我的，也不叫创意。我觉得一定要一个绿色生命，所以我说一定要搞个热带雨林。这大概有几百种植物吧，我就觉得这是很重要的，生命嘛，是吧？老人们的一个感觉嘛。这个大鱼缸，就是让这些孙子们愿意来看老人。再养条鲨鱼吧。有鲨鱼。叔叔，求他了，好吧？健身房，优雅的老这边还有，课程啊，课程。都准备好了。哦，为你们鼓掌，为你们鼓掌。跟着60后、70后、80后、90后、90了，90了，完全是受的少年宫的感觉，完全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第一户居民。哇，第一户啊！哎，他和他的先生，所以这张照片永远会放在泰康的养老里。拉着行李箱，两口子就来了。太信任董事长了。一好多少年了？就跟大家这样，就像亲人一样的。哦，这都是你们做的是吧？都自己做的。送一个珊珊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吴阿姨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一起上。您在这做多长时间？6年了吧？6年了。今天不回家了，现在城里的女儿来了。女儿。没事，每一个居民啊都像亲人一样的，对，像个特别有村子在待在一起，对，乡里乡亲的，退休之后的阿那亚，你感觉啊？对呀，是不是？很像吗？是啊。陈总，栏杆可不可以给您拍个照吗？来，谢谢。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，先生都住在这儿。住了多长时间？4个月了，习惯吧，很习惯。哎，这个葛瑞，我来给他介绍。这过去是我的金川师。是武汉大学的保险本科研究生毕业，是我的高科事业部的核心骨干。现在不跟我干，人家自己干，现在就做 HWP。就是我们这些客户都他们去了。你现在多少客户了？你出来几年了？6年吧。他就卖保险。对，是的。然后他说，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？你觉得？自由。自由啊，然后赚的钱多。对，说实话。还有你一年
200万有吧？有。那你现在说去年收入多少？200出头吧。今年呢？今年还没核算呢。前年呢？前年多一些，300多。300万两百。他找我，如果在公司里应该。30多万。好，徐老师，我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。你看，马上看这个，看做生兄的那个节目。好，谢谢陈总，谢谢徐老师。我这么赚钱，你看我这随便抓一个。啊，我这都是工作装的状态，扎着，你这个挺好，挺休闲的。这你今年48是吧？对，48正好。最旺盛的创作年代。你48岁是什么状态？我48岁，你看就正好泰康9年。9年那是。因为今年28年了，我总结了下，前15年是一个学习成长。你可以讲是个平庸的公司，是个普通的公司。15年后开始做养老，今天泰康商业模式全行业都在学啊。我们这到星期六星期天满街你来看看，车没地方停的。所以我抓了什么？抓了老人，就抓了家族了。老人一进来，子女都来了，孙子都来了。有一次方星海跟我讲，哎，他说你们做不错，我说您知不知道？他说我老是在您那儿。我说你老是谁啊？你告诉我。过去清华经管院的书记，所以后来我专门去看他老师。因为这边太多这样，太多这样的人了。所以我们从2012年1年卖300单产品，现在1年卖50,000单。这12年平均复合增长31%。我积累了22万个高净值客户。还有一个把职业改变了，过去保险代理人，我们今天是个叫 HWP 就是首先是保险顾问，再就是医疗和养老的顾问，再就是理财投资的顾问，我们叫三个顾问为一体，叫健康财富规划师。今天你看那个葛瑞，他在我这30万到50万的收入，这么年轻30出头，应该是很稳定的中产阶级了。他今年下海6年，平均300万到200万的年收入。特别这几年经济形势变化，房地产很多销售的精英跑这来了，都倒得过了。俞敏洪的这个教培的这些英文老师，很多跑这来了。还有医药代表，很多跑这来了。而且这个产业呢，在未来会变成一个非常越来越重要的一个。那就是我讲的长寿时代嘛。长寿时代。那你想，这个现在人口负增长，人的寿命延长。你再过30年，40%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人。我们做好这个准备没有？我还是用这句话，用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，把一种理想主义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，用市场。用产业，把它完美的结合，这是我最得意。2007年我看到了中国老龄化会来，所以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宏观经济的判断，你又是个企业家，你把它这个商业机会抓住，所以这就叫远见。我2008年去美国看那个中型养老社区，进去的不到2个小时。就让我这么震撼，我那一刹那很坚定的一定要把这个商业模式拿到中国来。这个坚定是怎么来的？当时我坚信，就是说每个人是一样的，说你突然看到一件事让你彻夜不眠，让你觉得改变你三观，你说这一定是个很好的事。今天走过来很欣慰，我做养老没一个同意的，他一看养老社区又是重资产投那么多钱，又是回报又低，然后赚钱又难，所以他们讲就是养老社区是没有商业模式的。你别看今天中国到处讲养老赚钱的，说很少很难的，就是泰康走出来了。我才有什么办法呢？走出去，请进来。所以你今天看到我2010年，把泰康董事会到美国去开，一趟董事会来回5-600万呢，那心里还是很舍不得的。但是我坚定的这个钱要花。所以我们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他们看到美国的养老社区，看他们的这个状态，看他们医疗环境，所以大家认知到中国一定会走到这一步。打两顶了，打两顶了，
咱俩一个。所有打餐要戴口罩。哦，戴口罩。那给志远那口。好，谢谢啊。我都好久没戴口罩了。这怎么？拿牌儿。嗯，拿这个。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。感应区。请将餐盘放置在感应区。这是感应区。怎么样，李子？嗯。来这边的，放这儿。来，是。放这儿。请刷卡。你看出来了多少？就可以了。你比我这便宜那么多呢。第一面可能稍微高。2008年2月吧，我们去了美国北卡的500人这个养老社区。嗯。老人们在里面的这个精神状态啊，就我经常讲的故事，我是看一个老爷爷在跑步机上跑步，我说老爷爷高寿啊？我95，还有就是平均是83岁的，嗯，一帮老奶奶在练芭蕾，但我那时候不知道，我觉得这老太太们臭美，是吧？这个再想到自己父母反差太大，像我的父母，我这应该很成功了，像我看的报纸。我喝的可乐瓶，他我妈妈留下来，他要去卖废品了。嗯，你给他吃，他说留给孙子。对，今天我当然我喜欢找原因，我们那个东西是农业文明的结果嘛。嗯，农业文明为什么这样？养儿防老啊。嗯，都是遗传给后代啊。我们现在这是经过了40年的工业化城市化，我们的工业文明还没建立。我要说老实话，嗯，我们的很多观念是停留在农业文明的时代。嗯。所以当时我看后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商业模式拿中国来，拿来干嘛呢？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。嗯，这个生命态度就是为自己活着。我们这块地为什么今天燕园是这个结构？我是拿的一块住宅用地，所以当时昌平区的区委书记他说所有人找我都打在养老搞地产。嗯，就看到你这个傻子买住宅的用地的这个价格，你去做养老。嗯，你知道这块地我买的时候，我们是5000块一平米买的，过了6年后10000块钱一米，我这是40万平米，你算吧，100亿。嗯，不卖，你这个溢价的100亿就没了嘛。那抵制这个诱惑，对呀，其实这就是我的决心。我做养老的时候，很多这个媒体说我利用养老搞房地产，你那时候听到你肺都气炸，但今天我很明白了，根本用不着去理他，你用行为行动来回答他。今天还有谁会说陈东升是借养老搞房地产？当遇到这种状况，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什么呢？刚开始当然烦了，但是也就是今天太了解这个社会了，所以你今天要适应这个社会。嗯，还有一个，我高中其实对我影响最大，我是高中一年级读马克思传。嗯，为什么读马克思传？嗯，那个时候毛主席要读马列原著，嗯，6本书，不懂也要翻呢。嗯，有2句话一生是我的座右铭。嗯，就是马克思最欣赏但丁在《神曲》里有一句话，走自己的路，让人家去说吧。嗯，还有一句话，塞万提斯吧，不要笑在最早，要笑在最后。嗯，这2句话一直指导我一生。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进入笑到最后的时候了？开始笑最后就是，不要做我们讲蓝光一闪的人物，要做真正的实力派人物。最后成功的是你嘛？那时候很小啊，那2句话印象这么深，十五六岁，十六对，差不多，十六岁。我是过去天门县县城，当然今天叫天门市。新华书店，谁都认识我的。我呢，每年暑假做小工，我总是有4-5块钱，这些钱全去买书。我干活水平高吗？灵光的很的，那是一把好手，那在十里之外都是名气很大的。嗯，所以今天我老讲不是。
随便的人是成功不了这么大的成就的。所以我跟你讲一句话什么呢，就是视书于命。嗯，做小工，嗯，夏天很热的嘛，嗯，所以中间他们要休息半小时。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拿一个竹藤，嗯，编的这样一个提兜，我把马克思传放在里面，我用一个废毛巾盖着，嗯，他们去休息了，我就拿这个书看，嗯，我这一生记得这个景象。但我读下来后，我今天很多社会科学知识都是那本书给我的，嗯，就是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。嗯，所以后来我在高中时候，我辅导我的同班同学怎么学马列，我去讲马列课。真的是，这次一点都不骗人的。哇，所以这是真是你的生命之书啊，定义你的一本书。还有最今天也跟你揭秘，嗯，最羡慕是马克思有漂亮的妻子艳丽，艳丽，所以我总在寻找我生命中的艳丽。所以嗯，挺有意思。那时候对自己未来什么期待？读马克思传的小朋友，我跟你讲，嗯，那时候看了，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，嗯，就打开了，你看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欧洲的这个大扇窗户，嗯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深的一个想法，我要成为一个大理论家，嗯，就这个目标定下来了，嗯，其实还有今天我一直自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嗯，其实我的本质是个知识分子。嗯，我的骨子里的，我的所有的是个以知识分子为荣，绝对没想到我是企业家，完了还毕业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想法，为国家做贡献。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改革还没到这一步，83年哪有企业家的概念呢？嗯，还是想参加改革，做一个经济学者，献计献策，让我们国家改革取得成功，直接来到北京，是吧？做研究。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死，在罗霞山上留下了这样一个斗方大的这样一个大的雕刻的始字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。嗯，41年了，嗯，都是扛着铁疙瘩一路就上来了，所以青春那种蛮劲儿真的很动人呐。对，全是乱石，是吧？嗯，真是个乱石坑。这个罗霞山，嗯，有一个防空洞，嗯，是当年防苏联原子弹。嗯，所以这罗霞山是空的，下面有一个，我从来没进去过。哦，所以下面是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对，备战备荒的时候。对。所以你说历史的痕迹在各个地方展现出来。对。到这山上来。无数次，嗯，你看这你就看到了，这些奇石，这个怪石林立啊，嗯，那个时候全国开始旅游，嗯，旅游就是名山大川，嗯，那些文人墨客留下的这些历史的这个名的遗迹，嗯，这个启发我。我发现你对留住名字这件事情很执着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嗯，人类就会就是恶性循环。对，后世说你好啊，嗯，所以你就要做好事嘛，是吧？这就是传记的影响。对，没想今天还那么热。哎呀，到了，终于到了啊！就这儿啊？对，哇，终于到了。你们准备好了，我讲故事。对，当时到山上，嗯，没有任何预案的，嗯，就是要来刻。还有刻的时候呢，又怕有同学啊看到啊，嗯，甚至告发啊，嗯，说啊，你就不是搞不成，嗯，还是有点担心。反复找，这都天选之词。这你看，这大的难事，嗯，这就是这个。这是上午下午是什么时间？下午来的。都是应该也是这么热，嗯，我用粉笔写字啊，我们学过石匠，把它一打，那石头就飞出去，嗯，当时我觉得字写的不太好，还可以了，当时现在回来看行，可以啊，是吧？刻了多久？半天，嗯，哎呀，很刻到天黑了，对，也没天黑，嗯，
刻完了，不是我就去饭堂打饭。嗯，我把那个饭盆一担起来，我就差点掉下去了。我一生气的，我那一刹那，我说我得什么病了？后来一想，半天在这，一点力气都没了，那手啊居然这么重，咔的山下去了。41年前，多有意思啊！这青春的痕迹。我就还想，我说，百年名校，70万学生，只有这个神经病到这儿，留了这样一个东西，这也是还是小概率事件，超小概率事件，对。我觉得这个字呢，关键是神经病后来被认可是小概率事件，是吧？我们俩拍张。好好，太好玩了，对。1、2、3。我到时候去北大找个石头刻个钟。对了，钟。北大有石头吗？没石头啊。可能那个卫龙湖边有那种破石头，找一块儿。要过去我们是同学啊，多好是吧？对啊。过去我在这读了小学6年，初中2年半。所以就原来小学什么样子的呀？最早的时候，原来小学是个庙，庙改成的学校。我的姐姐，我弟弟，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，都这个小学的，这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叫东关庙小学，我来考小学，这个广场上倒着一棵树，那小孩们坐在那树上排队，前一年你还不到足岁数，所以你就不能上学，对，后来呢，你来上学，我比他们要大半岁吧，所以呢就是，那对我记得考小学，哎呀，对我是小菜一碟。而且一出来，我姐姐跟我说是好，都是我姐姐，这个陪着嘛，说哎呀你全分了，所以上小学了，你小时候很皮吧？上小学前我挺调皮的，冬天的抓鸟啊，是吧？爬树啊，这个夏天的去偷西瓜，是不是？当孩子王啊，所以我们的家的孩子我经常打。然后去索取他们要进贡好吃的先给我吃他们才能吃，小孩挺有意思的。上学第一天，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留级的学生，叫石望生，就说哎，石望生说你留了一级，你熟悉学校，你来当班长。他哇哭起来了，他吓得哭了，我一生气的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当班长，我举手当班长。学生干部你要带头啊，所以你要约束自己啊。我的印象很深的，回来啊，这个打扫卫生啊，哟，家里人说怎么变了个人儿，从此真的就变成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老讲，当学生干部很重要，虚荣心很重要。虚荣心很重要，所以从此我基本上就一路，可以讲，在这个小县城，在东关庙学校里，肯定是最著名的学生吧，男孩子里面。应该男一号。哎，那个时候你对自己，比如初中的时候，对自己未来是什么期待啊？我刚刚见你同学啊，他们都觉得你小时候对自己未来可明确了，跟他们都不一样。你觉得为什么？我老讲就是说，我觉得老师对我影响很大。我一个叫李远勋，是我的历史老师，他是北师大毕业的。哇，那时候的中学的老师，解放后都成了大学教授，所以他算是个漏网的，他的知识很渊博。他对我一生受到教育，他跟我讲故事，讲曹禺，我说曹禺学习如痴的时候洗澡，他用手把那个水呀、打了响，是吧？太太听到水在洗澡的响声，他其实没有在洗，在看书，所以他跟我讲这些，所以他们都算很意外的被抛到这个地方一样。还有很重要因素，我初中就看参考消息，我记得很清楚，72年。我都像记得参考消息的第四版的上版的1/3栏，可携带式电话，摩托托拉我都记得，我每天上海戏看了一遍看两遍，所以基督教箴言报啊，洛杉矶时报啊，纽约日报啊，就这些名都从参考消息看到，对，清清楚楚。对，我老这哪些甚至都知道这些报纸是什么特色，常年看，所以你这打开世界的窗口就这儿的。
那有一天你当时你会想到有一天可能自己会登上华尔街日报这样的？那倒那倒是那时候你这种想象的基础不存在。但是我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了，中午邮电局的报栏上看到中国像释小农经济起飞可能不大，那是中国多贫穷。包括我91年去新加坡，我也不认为我会看到中国会超过新加坡。所以那一年的元旦节，我一家人20多个人看我们这小学，一看破破烂烂。所以我决定我要捐这个学校把它重建。这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设计，造价9000万人民币。你看那会儿这是从小励志，这是你学你的吗？从小励志。你说这就我个人的经验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说这个中学吧开一门名人传记课。其实我的人生就是马克思传的。是这本吗？我找这本。对，就这本。就这封面。你像我们俩这点很像，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读传记，为什么我还写传记吗？对呀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本书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灯塔。就是自己想好的事情不要管别人。说是容易还是很难的。你在亚布力说泰康，他们听都不听。他们总想是敲门买保险的都是下三滥，你知道他们内心里是有这种认知。他们是看不起东升。但我当然知道我的产业。那你当时面对这种偏见的时候心里什么反应？没有，就等待。但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啊。我觉得人寿保险是生老病死，是真正的服务人民，所以有今天来的。这个烂尾楼，倒了5、6道，卖到我的，所以大家一说现在王府井一号，总觉得我的什么关系来今天。你不能用嘴去拦他们吧，没意义的嘛，历史在这儿嘛。这只是个中间地带嘛，故宫啊，隆福寺，三联书店，仁义看话剧，中国美术馆，嘉定艺术中心，这边是古老的中国，这边是现代的中国，我就是一个分水岭。那你觉得你站在这儿？你感觉到你年轻的时候做那种各种奇奇怪怪的梦实现了多少了？我进北京的时候83年，北京完全是过去的北京。北京最骄傲就是西直门立交桥，刚建设最伟大的立交桥，你可以想三环还在设计。其实北京的高楼只有前门大街和劲松。所以我为什么我说这40年我看着北京这长高了，长高这样。但是我应了一句话，为什么这个财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？市场经济。你没有伟大的改革开放，没有市场经济，对，你说这这个画面感很好啊。这形容对下面的市场经济给出了力量。对，就像油田的这个油就拱出来的嘛。今天这个天色看那个房顶还是又不一样的感觉。不一样，但但是还是要空气清澈透底，夕阳西下，特别夏天的雨后云彩。今天是这个雾太大了。喝点水吧。好。你说你最近的节奏开始放慢了比以前是吧？这次国庆节是真正的休息假，我就去海南，不找任何朋友熟人的领导啊，就跟我夫人我们还有小女儿3个人，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我的酒店。哎，你下次要去海南去住我的酒店。好啊，挺好的。在那儿游泳，散步，打掼蛋，睡到自然醒。我要把这拿掉。可以啊，那行啊，开心难得，这样更好一点。来。